看看新闻网。告别2014，谁将为你开启新的梦想礼盒？李敏镐、钟汉良、Angelababy、韩庚、周笔畅、许巍、鹿晗、马天宇、After School、黄晓明、郑钧、杨坤联手梦之声好声音学员首度同台，12月31日晚19:35带来梦圆东方跨年盛典，我们的梦与你一起实现。